太难吃了，空间是没有的。
可以把你们的工具回收，然后回到露营区，我们稍作休息啊。今天天气还是有点炎热的啊。
我们这边现在又有八，又有，差不多应该今后八应该热的嘛。 Thank you.
Thank you.
Yeah.